生物一归求死，四周肃静，提枪严来，数分钟人影无名之局。前辈出机会，引起秦相助，你可知其效果如何？我们吉祥，从过圣母大阵，相互有所互损，为了不使两败俱伤。双方订定了止战条约，以保元气。但长久止战，并无法解决问题，因此双方故意引发，合力打造出天宫八卦传之势，派来日虚阴之禽相助，便是宣告战争重启。所以数某日前带走了虚阴之禽，既启动了圣魔大战，再过五十五日。大战终止，又要阻止大战，该如何着手？要停止大战，首要就是杀了我，取出立刻在我灵魂之上的万花之罗阴魄，以此不破八洞虚影之钳，通往幻煞之门的地道便能显现。幻煞门中有一粒阵印，唯有在圣母金斗上刻下阵印。王陵停止这场大战。啊，来吧，全程要一力承担效果的素还亲，如今就请你担下这份事业，一脚陷在地角泥土中，一手承受我跳动不已的心脏，使我突破。是。这心口的跳动是怎么这样温顺，怎能如此就废弃？无想打起手掌那层叮当，也随什么将一力承担效果，连我拢已经做完牺牲了，你也不敢动手，你究竟在惊什么？惊世人之非议吗？说我一路行来，不过为心之意，好个为心之意，但你令不就无想忽略，是正确的方法吗？有对方有意欺瞒，让你受环境入了魔，该是你不由自主，又无知情之法，这正义的道路又该如何行入去？真正有事来自于人心，知情人只是形式。这种形式只能维持一时，否则便没有千年之后的现在。要是因之前起尽形式，要滚毒乱源，必须将核心下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素还真，妖性凌乱，古今无看出人。也是你心中既盘算该如何面对未来的困局，但。此次这般棋，你也是必要之棋，不用你多做选择了。我心不入局，心为棋，他人亦亦不动。好，好个心不入局，我今天算是最小的失败了。既是如此，我再如何愿意继续赌伊？我便请台你素还亲，要如何先不入局？这手你敢接吗？动为天下大道，虽不动武，也可相交为友。既为天下大局，你便不能不入局。哦，真不不可。至今经历施教，散尽一身功体，即可随风飘逝。
天林中不见富裕之苦，已见万华紫罗阴破，阴阴天性。素还君，待见忠志，也许你的做法是可行，但事情既不用再生变数。这次，请叫我及皇室来拜，此阴破。除了灵师地图现世之外，也是你要救叶小铁所施之虚阴之险，提母代救，拜托你了。先辈。